那下一个问题，有师兄发现初一十五大日子念经状态优于平时，是不是初一十五大日子更容易与天上接轨，更容易获得天上的能量呢？是啊，能量加持啊。那当然了，为什么初一十五好呢？就跟那个开法会一样，菩萨多呀。因为初一十五对菩萨来讲，大家在天上聚会，到人间救人，到人间来看望我们天下的所有的这些佛子们，所以菩萨就会知道，一到初一十五大家都聚在观音堂来了，那么菩萨就来看你们了呀。因为人多了嘛，菩萨就来了，人少的时候嘛，菩萨不来呀。听不懂啊？哦，明白了。那师傅可以认为初一十五这种佛菩萨的圣诞大日子都是天界规定来看望人间加持人间的日子，是这样吗？师傅没有固定，但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初一十五它本身在天上也是一个节气。好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